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由万通国际投顾林中祥为您制作的飙股急先锋。今天大盘中场下跌的169点，很多投资朋友都在想，老师跌这么深死掉了啦，啊，嘎尾又在放空了啦，放空他被嘎死了，好不好？不知死活去放空电子股，放空什么新唐哦？新唐是不是主力筹码多？今天还涨停板啊？我们没有新唐啊！不要说我们涨停板，我们的就有了。哪一个老师能够像我一样，每天在这里预测个股的高低点？各位，4961，我说今天开盘价会300块，302正负2块，对不对？盘中高点会来到315到320之间，收盘价308。老师又是258，有没有准？各位有没有准？准到你欠不掉，你看开盘价300，对不对？开盘价300，盘中最高 316.5， 对不对？我说315到320之间，莫绕苦，收盘价308 258嘛，对不对？那明天呢？明天的天域的开盘价是多少？盘中最高是多少？主力筹码怎么走？我在礼拜六礼拜天我说天域涨定了，有投资朋友在脸书里面跟我回说，老师天域主力筹码在卖啊、哦！各位，你们真的是不懂，你们以为你们那个电脑软体打一打啊、哦，主力在卖，对啦，占 2% 的主力在卖，你以为主力在卖他就开不了高盘？差我差太多了，你们的功力如果有我的一半啊，啊各位啊，有我的一半就好了啦，你都不用参加别的老师了啦。老师，那明天的天域开盘价会多少？盘中最高会多少？来，各位。啊，我在这里，我讲话我负责任。啊，各位，我们讲话要实实在在啊，不是用吹牛的。啊，有的人都是吹牛嘛。各位，对不对？好。你看啊。7月25号。哦、我这里太小了，我不要给你看，你们反正参加我的脸书粉丝团还有加入我的 Telegram 里面都有写浅谈主力筹码跟开盘价跟收盘价的预测。礼拜一预测天域开高盘中走高，有投资人质疑我来分析，其实礼拜四天域涨停板，我预测礼拜五的高点大概在300块左右，结果来到319。啊，所以各位，那我就代表礼拜一它会开高冲高，天域整理13天只2天就从260到319。真的很强。啊，天域来看一下各位，我们来看一下各位。啊，那我预测的天域开盘价是多少？各位来看一下啊、哦，这里面都有写的清清楚楚啦啊、哦，来各位啊、哦，天域礼拜一涨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，摩根大通买的价钱在哪里啊、哦？结论，我分析了那么多，就要有结论。7月26号，天域的开盘价在302，上下两元。小编，我们看一下天域的开盘价多少？300，刚好一块钱都没有差啊。然后天域的盘中高点是315到320，来，盘中最高多少？316.5。各位，证据在这里啊！我跟那个什么利豪老师不一样，利豪老师都是说哈、啊，他盘中的哈、啊。这个简讯啊，各位，我预测是明天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啊，
今天有一个来参加我会员，好几个啊，5351的预创，他今天买47块，买了20几张。他说：“老师，天域太贵，我买不起。47块买20几张，看上来，哎，20几张，因为小资族嘛，他冲冲冲赚了几千块钱。他说：老师，我早知道最后一盘再冲哈，我大概好可以赚几万块。来看一下，预创是不是创新高？收盘价创新高。我告诉你嘛，还没有涨完嘛。”啊，有一个邓老师，我不要提了哈、啊，什么邓什么邓邓邓，他说他礼拜五把预创卖掉，哦，我听着我都笑呆了，啊，什么旗杆的长度，哎呦，各位啊，哈哈，啊，如果这样子哈、啊，你都会相信的话，我告诉你啊，王永庆就是你的了，对不对啊？哎。有时候人不要太聪明，各位，我的预创我买在20块，我买在23块，我买在25块。这一天我告诉你，隔天会涨停板，再加码，涨停板先卖掉。哎，我一张都没有出哦，34块新会员来还在买，对不对？新参加我的会员啊，我叫他那时候他38块还在买。我叫他把联发科卖掉去加码预创，我叫联发科卖掉去买天域，我叫联发科卖掉去买爱普，爱普今天收盘价多少？715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我又会了。老师，尾数又是5哦，那小编都会了。我告诉你啊，看我节目啊，你要学啊。715啊，如果没有意外啊，明天的、开盘价应该是在725到730之间，没有意外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6533的金星科涨停板，做 IP 的啊，金星科都已经到620几块了。我告诉你，爱普啊，啪起来！哎，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如果你开车，后面的车子顶上来。顶都把你顶到天上去了，对不对？各位啊，好，我们来讨论一下，各位来讨论一下啊，来各位看一下啊，大盘今天跌了169点啊，3545的敦泰今天涨多少？涨几块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敦泰都已经快到300了，4961的天域一定是300。那敦泰如果到300，天域不就到400？听懂我讲的意思吗？啊、哦，天域前面会跌啊，各位，天域这里会跌13天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没有跌13天啦，是休息13天啦。跌十休息13天，三天就给你跌收复8天了。我问你啦，1234567891011213，被迫南西技术短折13天，我告诉你隔天一定涨，结果涨停板。再来从295涨到319，今天再冲高，我告诉你明天319就不是压力，那明天320就要过了。320，各位，哎，老师看你解盘好轻松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3556的和瑞雅涨停板了。你问我的特别会员有没有买，清代会员有没有买？哎，今天好像又不是，没关系，各位没关系，我这里会弄的这一个，各位，我买在75块就拍死。啊，叶先生跟我讲，老师啊，我买20张，不要出的话，哈，75到110，25块，35块耶！宋小姐有没有买？当然有买。杨先生有没有买？一定有买。啊，我们赚钱出了。我在盘中告诉你，3227的原像，200块以下随便你买，你有多少钱，你买几张就买几张。涨停板，哪个老师有像我这样子？
如果哪一个老师像我这样子，你去参加他的，好不好？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有别的老师能够像我这样，你去找他没有关系，我告诉你一定赚钱，百分之百赚钱，因为我都是讲明天，讲后天，讲未来，未来，各位啊，这个别的老师都办不到了啊。2439的美绿今天小涨了啊，各位，一根长红休息了几天，1234567八，哎，开始要动了，季线开始扣底低档啊，6416的瑞奇电 KD 指标开始要交叉了。好，老师为什么整理这么久？老师整理不久啦，老师没有，我是说股票整理那么久，各位，因为季线开始要扣低值，季线未来要扣这里，所以它在这里很奇怪哦，它从118涨到128，又回到120，又涨到128，又回到120，好，开始要动，这边叮当啊，我有告诉你嘛，你如果要买鸿海，你不如去买瑞奇电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要买2344的华邦电，你如果要买2337的旺宏，你不如去买5351的预创。有没有老师这样教你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这个位置3545的敦泰，如果你要买207的敦泰，你不如去买4961天域。天域本来就应该比敦泰还贵。天域前一波会拉回来，是因为他要办现金增资。哎，你现在手上有天域的林先生啊，汤小姐，还有一个我新参加的那个叫什么啊？他今天又去买200股啊，又去买200股啊。啊，他今天又去买200股。来，各位我看一下啊，我们讲话都要负责任的啊。新参加的。洪小姐，洪小姐，她大概快有30张的天域，她要去认购255块，哎，255块现在已经来到308了，大概已经赚，哎，各位啊，你不要看嘞，一张哦就6万块，10张就60万，哈哈哈，对不对？哎，有的赶快去认了，哎，现在可以抽签嘞。竟然还可以抽签呢，多好啊！我也不给丢啊！中江老师不能买股票，分析师不能买，不然我就去买了啊！那明天会不会过320？这个礼拜会不会过350？你好好看下去嘛，不知道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各位来加入我的 Telegram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对不对？我们会买股票，我们也会卖股票。200块跟你讲可以买同志，你也不买。到了268所有非凡的名师都在买，你下去买了，结果各位隔天你不卖，280就跌下来了。到今天为止 today 352的同志还是不太会涨。我没有喊他怎么会涨，中祥老师没怀疑，那也气嘛？啊，你看不嘛？你看不懂嘛？你看得懂吗？你看不懂，对不对？我说 LED 强哦，今天 LED 就马上有很多只涨停板。我的 Telegram 怎么告诉你的？啊，各位 ，W1788 标股急先锋啊，各位，你参加你就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。中祥老师都是讲明天会怎么样，过去你来不及参与，未来你一定要跟上我的脚步啊！跟上我的脚步就这样，叮咚叮咚叮咚啊！各位跟上我的脚步啊！各位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今天大盘如果不是在这里跌169点，跌169点也摩擦啦。
3227的原相还不是涨停板给你看，3556的和瑞雅还不是涨停板给你看，4919的新唐还不是涨停板给你看，4961的天域还不是涨15块给你看，5351的预创还不是快涨停板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安国8054的安国快要出席了，老师你安国卖错了，对，我承认我卖错了，我赚了六只涨停板我卖掉，我还卖错了。为什么我在这里不买回来？因为他要除息。啊，哪时候除？听说28号，今天几号？ 26,28 就后天，除完息再说。啊，除完息再说吧。各位，我前一波啊，你问我的会员，我前一波买在这里，这里出掉。我真的真的出掉了，然后我这一波买在这里，这里这里还在买，买完之后就涨停涨停涨停，各位，中强老师没有别的本事啊，人家叫我零涨停啊，各位啊，叫我零涨停，好，那来看一下4961，明天开盘价会多少？加入我的脸书就知道了 ，W788 标股急先锋，加入你就知道了啊！明天535的预创会不会再继续涨停板？加入我的脸书就知道了。6531的爱普，明天的开盘价是多少？今天开盘价多少？来，小编帮我开一下，720，对不对？开盘整数嘛，因为今天收715嘛。715 815随你去，各位好，它不是815，但是我认为将来它会变水泥漆。那老师变水泥漆是什么意思？815随你去怎么样？看节目有没有看那么轻松的？815随你去，各位不要，我跟你讲股票你买的股票不管涨跌你都要讲啊，你不要跌的时候不敢讲。5351的预创，各位，我买在25块27块三根涨停，我照常，我说会员啊，短线要出可以出一趟没有关系啦，你不出也没关系啦，回来25块你再买了，回来22块再买了，23块再买，25块再买，34块再买，今天来到 49 点多少？有一个死邓老师不是小邓死邓，他竟然跟我说他上个礼拜五出掉了，那一副那个样子我真的看了随便他啦有法搞有法搞不？没嘛买的股票今天是不是跌？我的股票是不是今天全部涨？预创是不是收盘价创新高？4961是不是涨15块？356是不是涨停板？327是不是涨停板？4919是不是涨停板？6531是不是收715？将来变水泥漆。瑞奇天是不是涨？各位，好，明天的标股是哪一只？我这里要锁一个被动元件被动元件，我认为好像被动元件今天2327的国巨，马高呢，都在盘下呢，丢丢丢丢丢丢拉上来呢，还有2492的华新科，丢丢丢丢要拉上来呢，好，6175的立敦。哎呦，老师啊，这一支你有注意啊？丢丢丢丢丢丢收最高明天立敦会不会涨停？你认为呢？不知道。来，各位，加入我的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好不好？主力筹码4961，好，今天收308。我
我一个新参加的会员呢很厉害，他说老师你就挂308，老师好厉害。哎，这里冲上去对不对，挂308而且一定买得到。当然你要快收盘就不见得买得到。老师你那个258教我教的好仔细。来看一下。这里最高是 348, 这里好像最高也是 348,349。这里最高是 295, 395, 啊。各位，那明天会不会过 319? 各位 ,W1788 标股急先锋我会告诉你。好不好各位。好，你看一下 ,KD 指标刚刚开始往上。对不对，刚刚开始往上。明天带你做天域现股当中。今天赚15块，明天要赚20块。因为股价越来越贵。好，各位赶快加入我的 Telegram W1788 标股急先锋，赶快打电话进来，明天的涨停板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啊！各位祝各位投资朋友明天涨停板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